目由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十。歌的范围内，应进入安全区，分数略。掌声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从，他会像武士一样捍卫自己的音乐世界。让我们有请最后的武士。Fire, fire, shout out. You're my one.
气氛很好，给他的歌路也是蛮怪的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金靖浩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靖浩。金靖浩是韩国的摇滚之父，同时是韩版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的冠军。这次来到中国参加《蒙面歌王》，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是怎样的？ 저는 최후의 무사 칭칭하오라고 합니다. 중국 관중분들에게는 신인과 다름없는 가수입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最后的武士，我叫金景浩。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，我是一个新人一样的歌手。 이 프로그램에 참가하기 전에 많은 고민을 했었습니다. 제가 한국에서 누렸던 그 인기와 사랑을 포기하고 새로운 곳에 도전을 할 수 있을지 막막했습니다. 来参加蒙面歌王节目之前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放下拥有过的荣誉，再过来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新的挑战。 지금 현재 우리 한국은 한국의 많은 대중들은 아이돌 음악의 중심의 음악을 더 좋아하고 아이돌 분들에게 더 많은 관심과 사랑을 주고 있는 형편입니다. 现在在韩国，大家更加喜欢偶像团体。 그래서 아무래도 이미 많은 분들에게는 이 락이라는 장르는 그렇게 잊혀지고 있습니다. 그러나 저에게는 제 인생에서 락이 전부이고 제 모든 것입니다. 야곤 이징 被很多人淡忘了，但摇滚给了我一切。 그래서 이렇게 락을 대신해 무대에서 소리를 지르고 있습니다. 이것이 저의 사명이기도 합니다. 所以我要站出来替摇滚发声，这是我的使命。 현재 저는 이미 이제 젊지 않은 나이가 됐습니다만은 저도 제가 언제까지 노래를 부를 수 있을지는 모르겠습니다. 또한 언제까지 락을 할 수 있을지도 모르겠고요. 现在我也已经不年轻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唱多久，也不知道摇滚还能坚持多久。 하지만 제가 이것만은 알고 있습니다. 21년이란 세월 동안 락을 포기하지 않고 지지해왔던 이유가 我只知道我不会舍弃自己坚持了21年的摇滚。 만약 제가 락을 포기하게 된다면 그것은 바로 제 인생을 포기하는 거나 마찬가지기 때문입니다.因为如果我舍弃了摇滚，那我就是舍弃了自己的一生。 Rock will never die。好的，我们乐评团的成员有些什么感受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？金靖浩他是非常出色一个唱将，他除了音乐的部分以外，他的歌喉、他的声音。 我觉得是非常罕见的，在亚洲很罕见这种摇滚嗓，坚硬而且锋利，音高特别的高。在他更年轻的时候，他正唱的 High C 甚至 High D 这么高的帕罗蒂式的那种音高，我觉得他特别的特别了不起。其实刚才金浩先生说到，在韩国现在是偶像团体当道，摇滚乐已经逐渐的被很多人忽视。我可以跟金浩说，其实现在中国。 偶像团体也挺当道的，哈韩的粉丝也挺多的，但值得高兴的是，喜欢摇滚的人现在还大有人在。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空间，欢迎你到中国来，中国的摇滚市场等着你去继续开拓。你好，就是那个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过金靖浩老师的作品，但是今天我听完之后，我刚才我整个人都精神了，对，然后我决定我。 今天回家之后，一定要多多的用我们家的播放器去狂搜老师的歌来听，谢谢。这首歌实际上是美国老牌乐队 Journey 的一首歌，一下把我们带到一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大摇滚时代，这个非常爽。但是画风其实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金靖浩老师他用了很大的一个颤音，但这个颤音原本是没有这样的颤音的。这种大颤音其实对音准，包括对音高，它的执行起来的难度是要高的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他的完成非常好，我觉得非常享受，谢谢。 谢谢。那么，下面的时间，同样的需要我们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，各位，打分开始。
喜欢他的声音。好的，现在我已经收到了票数。因为刚刚上一轮的比赛结果，我们安全区里面的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目前分数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白冷静、李克勤，排在第二位的是绝代歌姬李玉刚，第三位的是东方不败尚雯婕。 让我们有请暂时排在末�位的东方不败重回舞台。尚雯婕在之前的演唱过后，她的平均分是4.14分，而金金浩先生的比分 超过他的话，将会回到安全区，否则将会止步蒙面歌王的舞台。而最后的舞狮金金浩先生，在这轮演唱过后，最终平均分数是4.03分。有请尚雯婕。 回到安全区，有请。非常感谢您对于蒙面歌王舞台的付出，让我们每一位中国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您在舞台上的坚持、热情、力量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掌声欢送金金浩先生。比赛仍在继续。4点啊，所以。